大多数时间有烟霞，气温大约25至27度，市民记得关好窗，因为分分钟会落大雨。不过好消息的是，明天间中时间会有阳光。如果今晚有烦恼瞓唔着的话，试下打俾你中意的人同佢讲声，好挂住你。又或者打俾你讨厌的人，问下佢你瞓着咗未？不过 anyway， 时候已经唔早，无论谂紧咩都好，咪听朝一早起身再嚟过咯。祝你发个好梦，我是你的心情报道员，听晚再见，晚安。